妈，我上学去了。哇，快看，我所有人都在这儿，就是周一块了。怎么了？快快快，快，你们几个干嘛呢？照片这个人是你吧？拍照的人是林夕吧？你昨晚把他和宋林雪的合照打包发我的时候，把这个也发过来了。照片也不能说明什么吧？虽然照片不能说明什么，但是你们两个从一扇门里面出来就不一般了。 所以，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其实我们就是……同学们，等一下，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元旦马上到了，学校要组织板报评比，季军行，你来组织一下这个活动吧。嗯，好的，老师。时间比较紧，你可以找个同学帮你。有人毛遂自荐吗？ 老师，我申请跟季军行一起画。你这画画水平，你确定？有人帮你画就不错了，你挑。好，就交给你们两个吧。这次如果拿第一呢，班级会加分的。努力一下。好，下课。林夕，哎，上车，送你回家。 我新入手的座驾小黄蜂，后座都没人坐过，来，上来试试，专门给你留着。哇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头盔也是专门给你准备的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？有个词叫远近亲疏，我们住一起，同路。林夕，我就算绕远路也比他快，来，上车。 哎，别什么车都坐啊，我得安全意识。我突然想到一首诗：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右擎苍。你们再不放手，我就千骑卷平冈了。哎，林夕。 就你这水平，还想拿第一呀？不拿第一也挺好。
哎，还真挺亮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就行，你继续写。嗯。看都很不错哎，准备好了吗？见证奇迹时候到，快点儿！3、2、1！哇，这也太壮观了吧！真好看，对吧？没想到这么好看，这样说不定真的拿个第一呢。拿个第一，你就能把我卖了？怎么，现在才觉得不好意思啊？那倒没有，我是在给你制造机会。我谢谢你。气象观测，今日我市可能会迎来入冬的第一场雪，气温骤降，请大家注意保暖和出行安全。天气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下雪？今天天气是挺好，适合出门，要不要跟我出去走走？不，我干嘛当电灯泡？而且姜一敏还在火锅店等我，我得赶紧去找他了。你就穿这样出门？我这不正要去换吗？哎呀，赶紧走，你别迟到了，迟到让别人等着不好。玩得开心啊！哎。